那么多的人可以聚在一起了哈，那么一起吃，一起喝，我们就一起跟他开玩笑，一起吃饭嘛的讲话。师傅，你长得这么帅，这个牙齿要补起来的嘞，你要牙齿没有补起来，好难看的嘞，不帅的。啊，那就说了哈，你赶紧把它补起来的啦。我们师傅讲，他说，你知道我们，就比如我挣钱干嘛？全部都是为了小孩，真的都是为了小孩。讲的不是全国，是全世界这么多的港口当中哈，排在了第二十位左右哈。那我们呢哈，昨天呢哈，坐船也看到了哈，那么呢就是看到很多的飞机，我们机场就在上面有飞机，那么准备刚好这个位置就下降，那个桥是不是越低越好啊？所以的话，下面有轮船，上面有飞机，这座桥高也不是，低也不是。建桥是1989年通的车，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就是主跨度了。您看一下主跨度这里的哈，全漂浮的，有两边这个了哈，那个呢就是说了桥墩把它斜拉起来的了。Yeah.